然而最近国际大国之间贸易关系持续紧张，这也带来我们公司业务上的诸多挑战。欢迎各位股东参加台积公司今年的股东会，很高兴看到大家。今天在这个新冠肺炎病毒仍然在全世界肆虐流传之际，希望大家人人注意所应该有的防御措施，并希望各位多多小心，也希望各位身体健康。台积公司全体同仁也会戒慎恐惧，全力维护公司的正常营运。这个世界性的新冠病毒重创全世界各国的经济，它也将会使我们人类的生活，包括工作，包括娱乐，包括学习，包括我们互动的方式，都会有很大的改变。但同时我们也看到，对于新的科技的应用会成为更迫切，而且应用会更广泛。然而最近国际大国之间贸易关系持续紧张，这也带来我们公司业务上的诸多挑战。台积公司的专业集体电路制造服务商业模式、开放创新平台以及涵盖诚信、正直、承诺、创新与客户信任的四大核心价值，使我们成为大家的晶圆技术产能提供者。进入崭新的数位化时代，我们将持续与全世界的集体电路创新者紧密合作，创造价值，并为股东赚取最优良的报酬。我们致力于健全的公司治理，善尽全球企业公民的社会责任，追求永续发展，